大家好，欢迎您观看智云教学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SmoothX 的激活教程视频。拿到全新的 SmoothX， 在开始拍摄前，首先需要激活云台，使用已连接到网络的手机，并打开蓝牙，将手机安装至 SmoothX 上，并调节好平衡。长按开机键三秒，开启云台。手机打开 ZYCAMI App， 单击左上角相机图标，搜索并连接云台蓝牙。点击连接进行蓝牙配对，手机将提示激活信息。根据 APP 提示，注册并登录 ZYCAMI 账号。登录成功后，点击激活，云台将自动进行激活。激活后，点击完成，即可开始使用 SmoothX。如有任何疑问，请咨询您的经销商或客服获取帮助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观看。